不好看。现在这个灯笼这个灯泡你看全都是买现成的，不是以前那样的黄色的那种大灯泡的玻璃的，都是这种 LED 的还红色的。朋友们，今年才是正儿八经的喜迎新春啊！你猜为啥？因为立春了嘛，挂灯了，放鞭炮，真正的喜迎新春。一出太阳，让这个雪映的这个睁不开眼。工作人员，哎，挂灯了，挂了吗？没，挂灯了，挂了。哎，这个灯笼不圆，这灯笼不圆。那个是我挂的，这个是你寄的，你这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这玩意儿都挂，你没挂，一边一个。怎么还赖人了？这以后是老陈头。花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很好。他俩是串在一起的。那个啥，那个插这个啥，这个头，对，完活，小灯笼一挂，节日气氛马上就来了。白天不明显，到晚上一开灯就明显了，大红灯笼，然后这些小串灯，可好看了。接完大门口的，再把塑料棚的接上。看这是一卷啥？这是一卷那种太阳能的那个灯泡，也是那种闪灯的啊。去年接这个塑料棚上的，今年也给它接上。现在这小彩灯多省电，就这么一个小太阳能板接上之后，这个新年的气氛就上来了。朋友们，给朋友们看看这是啥，这一大盆全都是我妈准备要搅成肉馅的肉，过年准备包饺子，做四喜丸子，做小丸子等等啊，所有用这个肉馅都是这一盆里头。要拿着一盆肉上邻居家去搅肉馅，因为我们这个肉家里头肉馅机啊太小了，这个一盆得有16-17斤这个猪肉，所以就上我婶婶家去，因为他家杀猪卖猪肉有专门的那个肉馅机，端到他家去搅去。婶婶，婶婶，我想用你那肉馅机搅个肉馅啊。这个是和好的粘火勺的面子放在这儿醒一醒，这个是粘火勺的红小豆馅儿。以前咱家一烙好几百斤粮，以前是那个高粱米的大米，粘大米，不是粘苞米。我记得还有那个粘高粱，粘高粱，对，粘高粱。咱搁东山种的。对对对，我就。能不能露馅儿啊？这个手就往起动，哎，往起动。露馅儿，露馅儿，啰嗦了也能吃。朋友们，以前我们家包这个粘火勺都一包包一大槽子搁外边冻着啊，加上什么馒头、花卷儿、包子、粘火勺，整一两大槽子搁外边冻着。以前我们家人口可多了，一到过年准备这些东西都准备老多。现在你整那么多，没等吃完都化了，化了长毛呢，所以就少整一点，样少整点，图个那个啥吧。过节气氛嘛，不整好像不像过节似的。你看一看能看出来哪个是我包的？这个，我包的扁。小锅，朋友们，从今天开始啊。我们每天就开始准备年夜饭的美食了。我明天直接想把那个猪脑袋先走出去啊，要不一块儿敷抗太液受不 了。反正这两天就是全是做美食的，就准备年夜饭了。我快，怎么这么快？
感觉这一年一年都睡不着的。去年做年夜饭，感觉就在眼前。我也没事找。刚过完年又过了。今年怎么过我忘了。你搁年这边，我搁年这边过。